你再说多一次。这是哪里是京城吗？你现在一天就妈妈吗？妈妈也病入无聊，你说。分离焦虑，自从我病一病完之后。为什么？你说说。因为你带了他一个星期。然后你说说他有什么行为？他有什么行为？你一出门，他就拉着我去门口，妈，哇！所以我们要教他冷淡一下，缓解他的分离。他让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吃他的早餐，他没有了，要加菜啊，哥哥。啊，你去，啊，我去。菜呢？啊，你要加菜了是不是？啊，你不是在吃吗？你要这个吗？要。要。你都有一块了。阿潘，让我拿回去。爸爸好搞笑哦！爸爸有小朋友来这里，有个哥哥是不是？哥哥。哇。嗯。哇。哈哈。我的天。你爸爸呢？啊。亲亲，怎么亲亲的？亲亲，亲亲，亲亲。爸爸亲亲，爸爸怎么亲亲呢？爸爸，亲亲，爸爸，亲亲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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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嗯，自己起来。妈妈要泡浴了，你要过来吗？你要来吗？爸爸。嗯，你过来吗？嗯。你不要，那你去找爸爸玩吧，好不好？抱爸爸好不好啊？怎么抱抱爸爸的？你翻一下，它有点高了。嗯，怎么抱抱爸爸呀？太干了，喝点水水。抱抱爸爸好不好啊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哇，很乖的，我的小宝宝。嗯，乖乖。嗯，爸爸有那个香蕉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吃。吃。好可爱，奶奶喝吗？那你叫爸爸去拿好不好？哦，干了是不是？太干了。你想来是不是？你想来吗？你受不受得了？爸爸，爸爸你帮忙，他脚脚上来了。啊、哦，你等一下，爸爸啊。嗯，那你摸一下水水，你摸一下。哇！是不是啊？你叫爸爸，你叫爸爸，你叫爸爸，待会爸爸帮你好不好？你现在有点危险，因为妈妈帮不了你。你稍等一下，爸爸马上来帮助你。你现在穿着睡袋，你下不了水，你摸摸。嗯，烫不烫？热不热？嗯，水水，水水是不是？你小时候也是这样，你记不记得？看山高到很高远的，还 AC 呀、啊。
那一定是小时候了。苏州限行，不然回去带你住 AC， 变化应该很大。爸爸都变成顺毛了，炸头了。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他要跟你一起泡。带过来呗，你摸一下水温可不可以？我放凉一点，不然怕烫。嗯，可以啊。爸爸，你看他不是刚睡醒吗？怎么就懵了？怎么撞墙了？转个弯还？不熟悉地形是吧？嗯嗯。好，你放回去。这个宝宝平时要涂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怎么办？嗯。乐宝，你跑这么快去哪里呀？忙里偷闲吗？今天？忙完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杭州市中心，我的快乐老家。你跑这么快啊，你很开心的、啊。你今天哦，今天我们有个奇妙的经历。早餐的时候，我们隔壁桌有个带两个小朋友的，也是 family， 他们家也是来这里出差，然后他们是常住的。然后乐宝跟他们交了朋友，还去他们家吃了饭，完了。乐宝，你在干嘛？走了走了，来坐电梯。嗯、来了。电梯。你去哪里啊？我进电梯了不？坏蛋、嗯。你是小坏蛋啊？嗯。交了很好的朋友，我们还加了微信。嗯，这么巧，他们是广州哦，他们是香港的，但是在广州工作。嗯，然后也准备回香港读幼儿园。那乐宝在香港就有朋友了，是不是乐宝？嗯，他跟着哥哥还有一个小姐姐。哥哥。嗯。姐姐。出去使唔使抬棺材嘅钱？唔使啊，呢度佢自己嘅泡泡嚟噶，完全没有害羞，对不对？像自己家一样。然后因为我们准备，我们今天晚上待完，明天又准备赶路了，所以就没办法再续住了，而且他这里也满了。开玩笑，我们今天住的是两房哎，因为一房的那个已经没房了。走吧。很舒服哦，乐宝自己一个房间哦。好，你好。嗯。少爷，请上车。不要。怎么了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你帮我推推，没力气。中洞了，是不是？很难过，这个。你先晒着这个。